我是 Chris 的特色呢，就是这款蛋糕它本身里面是卷着一层酥皮的，酥皮它带有一个酥脆的口感。哦，对于一个新手来说，这款蛋糕有一定的难度，不过还好，它属于是中等级的，就是有一些关键点是比较要注意。去到中速，我们让那个蛋白以快速的速度打到它起初，好了之后再把那个卡部分分两次的加中速。翻压这样子来搅拌，不要去顺时针的去